게한가지좋아하는다면사랑이란도서목매달리지않게해줘난그게자유롭게멀리날아가고싶어你怎么生日第一天就苦瓜、啊、我们这一趟呢主要是有人生日所以他就指定要来首尔是想来首尔做什么呢喝酒我们现在要搭地铁从机场搭快线去饭店跟上次一样我们这次住在宏大到饭店了到饭店了超级冷比我们大家想象中的都还要冷这一次住的呢是这一家 Rice 然后它的下面就是有 Blue Bottle 走吧太冷了它这边也卖蛮多东西的然后都摆得看起来很漂亮后面还有一个不知道是不是咖啡不是它就是一个休息的地方蛮美的敲敲门交给你了打扰了打扰了希望很美蛮美的耶而且还有一个这个区域两张床我们三个会睡同一间哇靠哇靠我记得我们当时好像看到这个浴室觉得蛮赞的很大还以为是透明浴室很大呢粉大粉大晚餐时间我们又来到猪脚小姐在看这段的人会不会想说啊不是来吃过了但是他们就是看了之后觉得想要吃所以写那个单子啊哦要写名字哦现在超级多人在排队的好可怕我们这次点的饭跟我上次来不一样是鲔鱼口味的然后旁边一样点主餐就会送这个汤还有面等一下可以放下去煮这个小菜看起来一般般哎呦你动作不要那么慢啦干嘛感觉你拌完更好更好吃了主餐来了今天点的是蒜味的猪脚哎，上面超多蒜的啦好味系吗好味系蛮日本感蛮日本感的我也有鲔鱼有请服务我谢谢要喂你啊就不用不用喂我谢谢还有这个服务我要跟你把头咬好吃的跟煮饭叔叔一样嗯有你的温度在里面里面有美乃滋所以吃起来很湿润很好吃到底在干嘛我真的觉得很好笑我刚才已经跟你说我觉得你就赶快把东西拿出来然后你现在已经开第三次了请问一下你是在拿什么车被人家手机出门发现手机太冰了谁会出国带备用的手机壳啦你睡了多久啊一个小时看起来还没睡饱今天第一次要挑战韩国的夜店期待吗期待好看不出来你好看不出来到梨泰院了然后上次有介绍梨泰院晚上有一个汉堡 Gold Burger 很多人问我说在哪里可是他应该是没有地址我也没有办法讲但是我现在就是直接跟大家说我刚才是从三号出口走出来然后就一直走三号出口出来就长这样然后看到第一个红绿灯的时候往右转往右转呢是一个斜坡斜坡往上一看到 7-11 Go Burger 就在 7-11 的正对面我来看一下这有没有开有哦它就在这里 Go Burger 所以大家可以直接沿着我刚才那样的方式走过来 Cheers
样第一天觉得好玩吗？好，还不知道。我们都要回家了，很冷。我们刚才去 MGG 就在 Gold Burger 旁边，在二楼，然后都是放 K-pop， 还不错吧？就有点像 Fairy， 然后 Remix 那个 G-Star， 对，蛮开心的。放一些什么 New Jeans， 对啊，还不错。Hello， 然后重点是少女时代不会太挤，不会太挤，就蛮舒服，但真的好冷，而且不臭。哦，对，不臭，蛮赞的，开心。晚安。嘿嘿，今天起来发现超级的肿，好惊人，刚才有小按摩一下，然后我们楼下就有这个 Blue Bottle， 还蛮方便的。刚才发现说这个 Rice Hotel 里面有，它算是选物店吗？然后有三层楼，一楼呢这边是主要都是 Vans， 但看起来感觉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然后整个采光超棒的，我们刚刚应该说错了，应该就是一楼跟三楼。然后三楼，三楼也超大的耶，东西蛮多的，有我这个很喜欢的这双 Reebok， 很推荐大家买这双。然后这边的始祖鸟，感觉选物都还蛮特别的，看起来质感都不错，就是颜色啊、款式、衣服类的也有一小改。我们终于发现它的二楼了，所以是真的有二楼是吧？要从一个，因为这间店实在是太大了，要这样子走下去。我们现在来到一个新大陆了，一楼跟我们刚刚那个一楼那个 Vans 完全不一样，好吗？很多鞋子。我刚才问请教那个店员，他说这个牌子是韩国的 Mischief， 然后2010年就创立了。好好看哦，这裙子，你有没有看到它这里？你站正面，它这里有多出来一点点这个，好好看哦。这后面可以拉起来。这个小针织蛮可爱的。这小针织不错吧？那我想看你穿这个。可是裙子要买吗？太大了。那你可以买小针织啊。大多多。蛮好看的，嗯，算了，不要。可是它旁边这个剪裁很赞哎，我觉得这件也超值得买的。你看它胸前那个抓皱，那抓皱很好看哦，跟那个针织比会买这个，我会买这个。是吗？嗯，这件很好看。可是我针织我 right now 就可以穿。对，那反正你生日嘛，不然你就两件都买。但我不会，我不会买给你，你自己想办法。你要滑雪？对啊，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啊？望远。我们都是第一次搭韩国的公车，其实等蛮快的。我们刚走到公车站之前，错过一班，原本还想要耍漂亮拍照，结果立刻车就来了。我们坐8分钟就到。OK OK， 望远市场到了。我们要吃什么啊？不知道，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嗯，去看看。那是谁推荐说要来这里？同事，以前的同事。那他有说有什么特别的吗？他好像，我等一下看看。这边是一个算是很像日本那种商店街的样子，就是有屋顶的，然后就有各式各样的东西。我们应该就是走走逛逛，想吃什么就停下来这样子吧。嗯，然后也是有卖青菜，看起来都超好吃的。看起来也太赞了吧！这是什么啦？这看起来好好吃，好厚哦。而且是直接在铁板这样子煎的。刚刚那个肉饼要排20分钟，我们就先结账。然后现在来了一个炸鸡摊，
感觉也是非常的赞。上面充满着综艺节目。我们选的是这家，其实路上有很多炸鸡摊，然后这间是粉红色的，它现场就有很多的酱料正在调它的炸鸡。哇，看起来好好吃哦，虽然说我不迷韩炸。然后它就这样子摆在这边给大家选，看要什么口味，然后也会有现拌好的立刻再加进来。拿到了拿到了，动作超级快的，然后立刻就被赶走。对，立刻叫我们赶快离开，太多人在排队了。有热吗？很冷的。冷的、啊、代表那个口味很冷啊。我觉得还不错啊，有点像糖醋排骨吧。爱吃韩炸的人在吃什么？因为不会觉得说炸鸡就是要吃它那个酥酥的，就是酱很多。对啊，韩炸就是酱很多啊。Soy sauce， 有一点 hot。好凉啊，好凉哦。常温啊。鸡肉还不错啊。九千啊。蛮甜的鸡肉。九千。两三百，卖多块。哇，不便宜。嗯。我们现在来排这一家是路边可以吃鱼饼的，有辣炒年糕，也有一些炸物，然后就在这边吃。那这上面写的是蓝串是味道比较不辣的，红串味道是辣的，一串都是1000块，一份是蛮多的。然后这个就是要自助，来吧，很爽，因为现在很冷。跟台湾关东煮味道很像啊，很 Q 就是它在这里面很久了，我以为它会很软烂，然后那个。鱼板本体会发得很发泡的感觉，完全不会，然后吃起来还蛮有咬劲的，好吃。其实细细吃是有那个香味的，没有到完全没味道吧。嗯，鱼浆的味道。这个肉饼有两个口味，一个是辣的，一个不辣，我们各点一个。开动。蛮香的。会不会很咸？不会。你看他嘴巴就可以。什么脸？什么脸啊？有调味的肉。你说不用等20分钟了，那个人潮太夸张了，是吗？我是觉得还好，一咪咪的猪腥味。哈，我觉得明明就蛮好吃的。有吗？我不会说它好吃还不错啊。酱的是哦，嗯，葱肉饼啊，对啊，蛮好吃的啊。是哦。Cause baby like ooh, it's all in.我们现在又要去汝矣岛现代百货，因为他们还没有去过。那我上次逛的觉得蛮开心的，今天要来解开一个谜团，就是我上次从应该是汝矣岛站，然后走它的地下连通道走了很久，然后我跟少壮他们就是走得很累，在抱怨。然后后来时尚编辑真心话就说，根本不用那么久啊，为什么你们抱怨连连？所以我今天是从汝矣渡口站出来，要走几号出口？一，你刚不说一吗？我说一啊，对，你说一，对不起。但是这边就是要出站，就是要在户外走，比较寒冷。然后刚才另外一个地方就是要走10分钟以上，好像真的是我们这样走出来，应该上面那边就是了。上次就有分享过说韩国很多很红的牌子在汝矣岛现代底下都有，然后我们现在第一个来到的这个应该念 Amis 吧，应该是这两个非常的可爱，我决定买来给大家抽奖，详细的抽奖资讯再放在资讯栏。这个是 YouTube 限定，没开哦，没开我会哭哦。我们刚离开现代百货，然后搭公车来到中阁站，要来吃一只鸡，但不是孔林，也不是陈宇华，是小郭的朋友推荐的，希望有开。晚餐是这家，人超级多。
我们直接被安排到楼上，这边的二楼很酷哎，是这样子坐着，然后直接会上一锅锅底上来。菜单呢全部都是韩文，但我们就是靠了匕首画脚。我决定要先来品尝一下它的汤头怎么样。很好喝，很温润，很舒服的那种，很单纯的鸡味高汤，鸡高汤，然后盐巴这样子。这天气很赞吧？我觉得它的汤比孔林喝起来，就是一开始这样子喝，比孔林的还要有味道。孔林的是要再煮久一点之后，整个鲜甜味才会更出来。你吃鸡了吗？吃了。You， 我的，你是不是吃到鸡胸啊？对，那你算也算嫩的。好好看哦，好好看哦！旁边的景点，这里是哪里？清溪川。这边有一个楼梯，我们可以走下去。这边写什么？他没有写清溪川呢。哦，有，这边，清溪川，走吧。有人在跳舞，那个光。哦，真的耶。走下来，差不多就是长这个样子。有人行步道，感觉夏天会不会有人在这边玩水啊？哦，现在是11:39，请问一下，你们到底有多贪玩？是为了要迎接你的生日吗？都离金汤了。对啊，你真的好贪玩哦！不讲话，好像没有，我在想，好像也不是走生日在贪玩。12点了耶，生日快乐！可不可以有元气一点呢、啊？希望新的一年老了一岁还可以继续玩。什么意思？等一下就知道，没了吗？搞啥呢？刚洗完浴就没得玩。对啊，怎么会这样？是不是老天叫我不要玩？怎么办啊？出去搭车咯。啊，你不是福星小子吗？也许等一下会有好吃的花生吗？叫到了 Uber， 结果现在来到这边。我们有叫到啊，只是我们刚才遇到一个比较雷的，这边的地形是上上下下的。你生日第一爬、欸，我真的疯掉哎、欸。我们逛街都没走那么多路，真的。为了出来玩，一场闹剧。对啊，福星小子今天过了12点。对啊。然后现在还要走楼梯，我真的要疯了。你怎么生日第一天就苦瓜啊？有够苦瓜的哎、欸！又来到 Go Burger， 这里真的是一定要吃，因为它这个面包会烤。所以非常的酥，然后很香很香很香，真的超好吃的。好脆哦，很脆，面包很好吃吧？面包很好吃，真的好好吃哦，是不是很爽吧？有一点点美人美的味道，还有一点点摩斯汉堡味道，是蛮爽的。这个 moment 感觉都哭了，你很吃这个要吃。你很夸张哎！生日快乐！耶！吃到不行哎、欸，你们早餐嘛，早餐早餐，好了啦，要称赞几百遍，真的很好吃哎、欸！那你最喜欢他哪一个店？洋葱，他的洋葱真的就是。早餐店的不是，它的酱有早餐店的味道，可是它洋葱就有点深深的，然后又不会太呛。那1到10分，你几分推荐？9.9。真的？我们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人很生气，寿星生气。我们刚才被建车司机，哎、欸，我们今天要遇到多少雷司机、啊？哎、欸，还有2.8公里耶。对啊，走回去要1小时。开什么玩笑？还收我25000。真是有很多回忆耶，真的耶。怎么样，我们刚才想说搭建车
不要等捷运，赶快回家。怎么样？我们现在又在地铁站了。我们被放生啊！要走一个小时才回家。我们终于回家了，终于。现在看已经6点了吧？6点，6点，6点。Oh my god！ 好青春，好样。